快来，有信息你帮我看一下。于部长，回一下。收到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疯了吗你？像这种辛苦了，都是领导对下属的慰问用词，咱可不能回这个呀。哦，人于部长对工作方案的确辛苦了呀，的确辛苦了呀。李所长，叫我，他叫我。麻烦您帮我们拍张照，谢谢，谢谢。于部长又发了个工作目标，我帮你回了啊。不能回，辛苦了。知道了，你去忙吧。我去忙吧。晚了你了，马上过来办公室一趟。害死我了你！来了。这也不行啊，你真的就是一个普通的员工，你家也不是什么资产好几亿的富豪。好几亿是值300亿的飞马集团。不是不是，上班时间可以睡觉吗？敲打几个，咱们一定是要用双语跟客户沟通。关于 Q1 的市场调研呢，我已经收到你的 report， 但是还有一些 questions 需要和你这个夹中文夹英文的比例大概是多少？连总监都敢放肆。我是白马帅，今天第一天上班，部长让我跟您多学习，有什么不懂的就问。对了，早上您在公司门口也给我上了宝贵的一课，这些我都会好好记得。